製品，隔除陋習，禁止賣賣，生命得到尊重，更加安全。爷爷，你现在早就不能了，怎么还天天吹呀？当年老班长在牺牲前把他给了我，让我继续传下去。爷爷说可以传承，但不行。绝世珍宝。后来的我慢慢懂了，心中有信仰，实现就有力量。广府好声音，南方生活广播提醒你，今天是中午一点。FM 3.6 1999南方生活广播，健康让生活更美好。引领南文化，广东卫视建都使馆第三季半回归，历史学者蒙曼、音乐才子谭杰希邀您十分共享。